1985年，我来到厦门工作，当时是到这里来担任副市长。那天啊，正好是我32岁生日。当时的厦门身处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，是先行先试的经济特区。当时的经济特区，三个在广东，一个在福建，就是厦门。这里是中国开放的一片热土。在1985年，我担任厦门市的常务副市长，是分管厦门航空公司。初创阶段，厦门航空公司连带厦门机场，当时也就是有几架十几架飞机。你要开展对外的合作，经济合作和交流，那航空业也要发展。林权进弄了一个像科威的贷款来建，当时大家就贷款来建这个怎么还呢？啊，没关系，这个我们如果建起来会有收入，有收入就有收入还得起。我们经济如果发展得上，也可以还了，这个不用怕。那时候他就整个协调啊，机场啊，公司啊，这个航管啊，这些各个他就做这些工作，他一直关心着厦航。在探索什么改革开放的思路还比较清楚，要促进国有经济、集体经济的发展，让人民过好生活。原来国家规定的改革政策对老企业呢，税收规定的很高，55%，还要加上调节税，要改掉，就这样子才想去做这个税率分离的办法，统一所得税，直接只交15%，取消调节税。原来是先还贷后交税，那我们过来改掉，先交税后还贷，就把这个老企业啊支持的救活了。厦门工程机械厂就当初是最大的工业企业，这一改革以后，它一年增加了9000多万的收入。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，市场能管的就交给市场去管，我不要管，这样就可以减少机构。当时机构改革它有一个明确的计划，机构改革应该主要放在管理智能的转变，它就是说要把各个机构职责要把它定下来，你把你办办的责任要求，你办什么事要什么条件，要什么提供什么文件，就搞清楚向社会上公布。这本书没有想到会销售那么样厉害，结果一下子弄了，老百姓都要买，一下子印了30000册还不够。别的地方都是搞5年计划，他要搞19852000年，厦门是那个发展战略，那么这个是真的是说有点高瞻远瞩，而且他又说制定以后要一以贯之，那么当时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。习近平经常讲，要有政策的政绩观，我们又敢于为后人重视经济社会发展战略，是很科学的，很有成长性的，
现在还对厦门的经济的发展还起的话，这个指导作用。火红繁茂的凤凰木，一飞冲天的白鹭鸟，都是这座城市开拓进取、敢拼会赢精神的象征。厦门的发展呢，它就是中国改革开放所走过历程的一个缩影。改革开放已走过千山万水，但仍需跋山涉水。我们既要敢为天下先，敢闯敢试，又要积极稳妥，提计不稳，把改革发展稳定统一起来，坚持方向不变、道路不偏、力度不减，推动新时代改革开放走得更稳，走得更远。